当然朗姆版本打哎、欸。哎、啊，完了，他在偷懒。别偷东西了，求求你了！别偷东西了，大哥。那那，你就点了个护甲是吧？就你点了护甲，达卡利，你不怕三级被我干吗？你不怕三级被我干吗？不怕三级被我干吗，大哥？这样换血上级100%可以打一下，兄弟们。我要假装往前走，要骗他 Q。这时候我是兰博绝活哥，我知道兰博打阿卡丽怎么打，就是阿卡丽打兰博的时候，你要骗他 Q 技能，他 Q 技能 CD 很久的，只要他没有 Q 技能，兰博就废了。然后就在那个小兵中间躲一下他 Q 那个 E 技能，走位 Q， 完美，这样就输了。我就告诉你们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的。等他 Q 结束再往前走，再 Q 一下 A 就三级了。这波你们看我干不干他就完事了。你们看我这样就不行了、哦，骗了点燃。我的兰博对线太猛了，哥们！兰博对线无敌，我的妈呀！版本胆，兄弟们，这版本最 OP 的英雄中单兰博，对线太猛了，救救我！干！干，打不过叫打野吗，兄弟？打不过叫打野吗？舒服了，舒服了。打不过叫打野，兄弟。先踢吧。这兰博会玩的呀，这不是不会玩的，这个是会玩的兰博。我说没有，你真是太装了，大哥。哇，这没死了。哇，这运气有点好。你这个线不回家吗？我在这里卡线哦。你从哪里？你从哪里？哇！哇，这波 support get， 即将二连了，大哥，你即将二连了。挡一下，帮我挡一下，帮我挡一下，别躲！哎，头晕了，这个牛头真的是个 top gap， top gap， top gap， top gap。那么卡吗，兄弟们？没有吧，还好吧。那么卡吗？今天那么严重吗？今天没，还好吧。相当没想，还是不相当没，相当没听。等我六，我应该有机会单杀他。
你也卡吗？李文强？哎呦，没能量。哇！上路一个人打两个，他没六，我应该可以杀他。爸爸太多了。爸爸太多了，李文强，别打游戏，就因为你打游戏我卡，好烦，打完之后把电脑关了，给我，给我好的训练环境，这个能不能给我好的训练环境啊？感谢老板送来600个卡金色，谢谢啊！就是因为李文强打排位我卡，你们打完都把电脑关了，就我一个人打，别打了，好烦。Nice， 完了完了，一个很 nice 的事情。哎，我们这个 ADC 没了呀，别送给兰博了。推爸吗？啊，不是不是不是。哦，这个打野好爆炸了呀！还好吧，哥哥，加油！这剑不能干不？有点装，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伤害够不够。我们两个伤害够干他吗，兄弟们？你们觉得够不够啊？你这样用的话肯定不够。这蓝玩的有点问题，太装了。算了，我不敢上路了，这个上路很难抓，我觉得。别装逼了，别装逼了，求求你了，大哥。哎，这不是死了？哇，杰斯也是玩的有点问题。哎，不是，我记得那个剑魔是第一波踢下来的呀，他怎么打不过这个杰斯啊？打不过剑魔啊？打不过那个吗？打这个干 ，nice， 干得漂亮。打屁股，打屁股！等我，等我，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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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别在那里挂机啊，大哥，出来呀！这个牛不会玩英雄联盟。放先放，放先放，你这不不放的话，这一辈子都放不了，大哥，我跟你说。疯了疯了疯了，兰博急了。兰博急了，兰博急了。上路被单下了，在线。毫不，哇！这牛头跟艾克的配合，我只能说，如果这是比赛的话，
竞彩操作，哎呦，这个想想尝人头。我看 R1 帅不帅，哥们，直接秒这个女强，女强被我马那个秒了。竞彩操作，哎呦，这个 real 这个人头不是我的吗？这个辅助，太可惜了。到底这个辅助做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我直播间有人说 support game？ 你是不是这个牛头啊？别切屏了，你好好打游戏行不行啊？这个牛头，你还有人还都还有人说那个 support game， 这都能说出来这句话，大哥，你真的是别切屏行不行？好好打游戏。这辅助连二连都不会。哎呦，我带친구나사귀려고온거有人在下东西吗？没有。哦，是不是有人在下东西啊？没有。OK， 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们说，我以为有人在下东西呢。打断你怎么了？我就恶心你怎么了？我这样打断你，你能干嘛？你能告诉我吗 ？Mid game。这个镀层一定要吃。160万，感谢老板，非常感谢大气。这个打野，这个打野，这个打野和谢根正眼你都要是吗？想要的这么多，会拉肚子的，好大。Sorry， 那个人头给你了呀，大哥。不是人头，你哪了呀？这个人头，我给我一个和谐不行吗？Sorry， 他那个要挂机了 ，Sorry，Mid game，Mid game，Sorry， 不是，你拿了个人头，大哥，给我一个和谐，一人一个不行吗？他在那里挂机啊，我心态爆炸了，这个人 ，Sorry， 对不起，我不吃了，我太喜欢吃野怪了，大哥 ，Sorry， 我这也太喜欢吃野怪了，兄弟。人头是 AD 拿的吗？这 AD 玩什么鸡巴东西啊？这人头都不给打野大哥嘛？这版本打野能 carry 的呀？玩野核肯定要给打野吃啊！大哥，人头跟野怪都是玩不玩这个人？这个人是不是云玩家呢？什么意思啊？这种人没玩过英雄联盟吧，哥们？玩野核，野怪要给打野，人头要给打野，中路就是吃经验，加油！哦、不能吃 ，ADC 玩什么鸡巴东西 ？ADC 灵魂侠那可以吃，加油！嗯，传哥加油。Fun Plus 唯一一个能 carry 的就是。不能杀，不能杀，上他不行，他闪现招太果断了。他的闪现，说实话，招的非常果断，哥们。慢点，我操，慢点那个牛，慢点！啊！我说 real 好烦。哎，看这我们要出个重伤，哥们，这剑魔杀都杀不死，这猛的跟鬼一样。我发现这个剑魔是个爸爸。我发现这剑魔真是个爸爸，兄弟们，我们上路养了一个爸爸。上路是0-6，对面上路是8-0。我们前几天的那个剑魔都没有这么猛，为什么别人的剑魔这么厉害呀？什么意思啊？
都是老地方，哥们，对面建模也是在这里的，我们的建模也是在这里死的，对面也是一个人追三个人四个人打，我们那把建模也是一个人追三个人四个人打，为什么对面的人可以一个人打三个啊，大哥，什么意思啊？养了一个爸爸呢，没事，对面下路跟中路都爆炸了，这两个人都没啥用，现在打团零输出。你开谁啊？什么开谁？什么？没有，我怎么开团呢、啊？没有，我就很好奇，就问一下嘛。吼吼，你们都不让我说话，现在你们都不让我说话，我怎么可能开队友呢？我就问一下，为什么？啊，你下来呀、啊，这个杰斯。啊啊！黄蜂之力不会被一个人，这不会一个人打三个吧，哥们？我有点怕了，现在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不可能不可能！这一个人能打三个的话，英雄联盟都不用打了，大哥。这个游戏真的是不可能，大哥。这什么？我操！这个什么？花钱买一个 VIP 就可以一个人打三个吗？你花了多少钱，大哥？你是不是？你这个人花了多少钱？这个建模，你买了个 VIP 吧，兄弟。我出个重伤，哥们。我们没有人出重伤啊，重伤这个是最没用的人要出。我们这个杰斯为什么不出重伤啊？不是，兄弟们。重伤这种都是最没用的人要出，你出重伤啊，八百 ，please， 我都跟你说了 ，please， 大哥，你不出八百我就打死你，真不出啊，还出个魔宗，我的妈呀，你养了个剑魔，你不出重伤，让队友出是真有你的。真的是我要出吗，兄弟们，这个？你养了一个爸爸，我要出重伤，真有你的。哦，河蟹走位，这个河蟹，王者居的河蟹吗？兄弟们，王者居的河蟹就不一样啊，很会躲技能的。哇，这，去中路去中路，这个河蟹。你现在开始养我们的杰斯是吧？这个杰兰博，这兰博是个 brother 啊，嗯，刚这个是这个、前面养杜英别，中后期养杰斯啊，可以 brother， 非常感谢。中单兰博垃圾英雄，别玩了，哥们，这么看确实垃圾啊，这个，这么看确实一点用都没有。我这波有重伤了，哥们，有重伤的杜英别就不一样了。妈妈，我起飞了。妈妈，我先挂点燃了，我再 A 一下，重伤，有重伤 ，nice， 给毛顶。哇，这版本凯莎伤害太鸡巴高了，兄弟们。这版本的凯莎真的是，哇，还好这版本凯莎厉害，不然 Fun Plus 倒了。还好有至少有个人，有一个人是可以 carry 的，哦，刘美商的版本。你这个人就装逼是吧？你这个人就装逼是吗？这里谁开了个地暖？那没有人开了地暖，谢谢你。冬天这么冷，帮我开地暖，谢谢。地暖。啊，舒服了。这个艾克说：“硬币哥，我是你的粉丝，谢谢。”
这个人是因为赢了才这么说，因为前面不说，他刚一进来没有说这个，其实开局没有说，就是快要赢了他就跟我说，如果这把要输了，他肯定不会说这种话的。你们知道吗？你可以这么装吗？为什么？你可以这么装吗？到底为什么呢？有点装。辅助二闪呢？干嘛？你们看我一下。我操！我差点下班。这个棋不是。完了，为什么对面的人就飞来飞去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杰斯不杰斯，这个剑魔怎么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人？死了个最菜的！哎呦，什么叫死了个最菜的？但剑魔我发现真的不能 carry 啊，兄弟们，真英雄不能 carry。兰博跟剑魔这两个英雄不能在一起，在一起就输。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？兰博跟剑魔可以一个一个选，但不能一起选。